关了。嗯，让学生做的那个防灾的教具，让学生自己制作出他们喜欢的建筑物。自己做建筑物、啊、对，这是他们喜欢的建筑物，然后我们再去借那个可以测震度的仪器，这个仪器，然后再把他们的教具放在上面，哦，看看可以放几级就对了。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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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这个用这个这种胶粘胶也可以哦。可以。摇一摇会不会掉下来？可以，普通的话，你没有负重的话，它是不会倒下来的。是不会倒下来。对，必须要有负重，它才会倒下来。哦。对对对。这个是学生自己创造的，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不客气。这个是我们做的那个绿能城市的比赛，这是嘉义市全部小朋友的那个绿能城市比赛。那像这个，它就有上面，它就有说，它就有做说明。它这个地方，我看一下哦，好，它有做太阳能、风力发电，还有那个，他觉得太阳能跟风力发电是无污染的天然能源啊。那他打造的每一栋建筑都是能源绿建筑，用太阳能、太阳能板来节电，然后呢，利用风力发电，提供电力使用，然后种植大量的绿色植物，就是绿手指、屋顶，对，绿色的屋顶，然后种很多的植物，可以让整座城市都充满绿意，然后就减大众多利用大众运输。然后就可以让整个嘉义市市区空气变好，然后生活品质更好，然后就符合绿能城市的标准，这样子。嗯，好，对，我们是嘉义市民族国小，我们现在要表演的是防灾舞蹈。好，从民族社区开始，1、2、3，民族社区手牵手，老少防灾齐步走。飞当金刚宝，飞当壮，哎呦！口袋破爱传来的一颗香米，天来！没错，收音机、粮食、矿泉水能救，还有身份证件证都能救命。干一救命，你就爱上世界天，小心防灾出名，变脸拢会红。感谢，干一救命，你就爱上世界天。哦，防灾技巧帮我带给你，哎，塞吗？我马上就蹲下，掩护还有战旗。你一定要学会自救的三步走，紧跟着带着别人回来救你，生命才有保障。对的，1、2、3、4，谢谢大家。好，要做什么动作？蹲下，掩护稳住，不可以跑到外面去啊。对，不行，不行了，为什么？我在跑到户外那个空旷的地方。我要跑到空旷地方啊。嗯。那万一地裂开掉下去怎么办？啊。哭了。哈哈哈。啊。可不可以惊慌？可不可以乱叫？不可以。为什么？因为一惊慌的话就很容易发生意外。他说的。可不可以坐电梯？不可以。为什么？因为如果停电的话，你就会困在里面。卡在里面了。困在里面就在被。在里面哭就好了。好好好 ，OK OK。好，这个小朋友会用这个哦。这个是我们老师在使用的，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学校的老师都有分组，然后在发生灾难的时候，我们就是依照各个组别，然后进行不同的一个他去做他的一个防灾的工作。对，所以这个是老师的装备，然后每个老师都有分配一个那个在那个防灾包啊，防灾包。那我们就是。这个就是防灾包里面有什么东西？哦，防灾包里面我们就是有安全帽，哦，有它的背心，好，那看一下，主要是它，因为它这个背心就让他知道，让学生知道，哎，我现在发生灾难的时候，哦，我们老师哪一个老师负责什么工作？去找，哎，去找那个老师。像这个绳子是在做什么用的？那你说这个绳子吗？好，这个绳，这绳子我们可能就是在发生在灾难的时候，可能有时候需要一些绳子去做一些固定。好，不知道是你的一些建筑，或是说就需要去做固定的动作，我们会用这个绳子。对，对，那我们今天发生地震的时候，东西可能会掉落，好，那我们可能会就戴，一定要戴安全帽。对，那学生怎么办？学生我们就这边，我们就看到这边我们有一些，像学生我们每个学生有发一个防灾头套，对，发一个防灾头套。好，这个防灾头套就是在学生的一个位置旁边。
好，今天如果发生灾难的时候，发生地震的时候，学生可以马上立即将那头套戴起来，然后先做一些那个掩护趴下稳住的动作。好，所以学生都有一个防灾头套。那一般我们训练他们，如果像学生碰到火灾，怎么解决？有没有教他们？来，火灾。火灾如果在家里发生火灾，学生他们要做什么动作？火灾当然是先看能不能逃出，如果不能逃出的话，就躲在房间里面，因为以前有一个错误观念，说出来火灾应该要往上逃，就，或是往上逃，反而容易被浓烟给呛到，所以最好如果没小火的时候能够逃，赶快逃。如果火灾浓烟太大的时候，就躲在房间，向阳台、窗外这样求救。对对对。浴室的话，它反而浴室有很多那个，会容易融化的东西，像那个塑胶门，高温的时候反而容易产生那个有毒的气体。对对对对对，谢谢。这个麦克风国中，花莲你好。花莲地震最多，来讲一下你们地震经验。是。碰到地震要怎么样？跟大家宣导一下。好，你好哈。如果遇到地震的话哈，首先是趴下掩护稳住哦，不要急着跑，因为趴下的话哈，你要确保自己的周边的东西是否安全的，掩护要保护好自己。稳住的话，因为地震摇晃的时候会晃，然后自己若处在一个稳住的状态的话，自己会比较能镇静去处理事情。等地震稍歇之后，再观察周边四周，如果可以的话，再依照学校或是家里或是外面的指示灯的疏散方向依序离开。然后贵重物品的话，尽量就是还是放在原地，因为人保命，命在财物就会在。OK， 那我们地震是要外冲还是躲在那个建筑物旁边比较安全？原则上地震来讲的话，像每次到以这个科工来讲的话，先进来的时候先要知道梁柱在哪里，或是有没有什么高的那柜子可以保护挡住你的，然后这样来讲的话，当地震来的时候去就近那边掩护，然后等稍歇之后，然后观察四周，因为有时候地震倒塌的时候，很多的建筑物是还在摇晃，所以你要观察，确定没有安全的疑虑之后再离开，这样比较好一点。对，好，谢谢。谢谢。地震这个，我们这边应该最厉害的。来，谢谢。这个太棒了。甚至震知道，对。震知道啊。对，我们的震知道。好玩了，你看，像这个震知道。哦。对对。太有意义了哈。而且，我们这个东西的话哈，随时可以更改。这样制作成本一个不到10块钱。哦，真的哦。对，然后当作前面文宣，我们总共开发了，若颜色跟文字的话，总共开发了40种款式，然后一单一颜色总共8种内容，所以开发了40种款式，所以也可以收集。对，然后而且有时候像有时候我们悬挂的时候在远方的时候红红的闪烁，会吸引人家想要去看，你这到底什么东西？就跟那个飞行员那个飞机一样，飞机前拆除。就是提醒他这地方要注意，对，所以我们开发了这个东西，然后像这悬挂物的话，可以悬挂在学校任何一个角落，哦，让人家知道。对，然后动画的话，就跟卖场一样，我们随时可以摆在任何地方，让学生去看，然后没有声音，是因为有时候会干扰教学，一有时候摆在旁边，刚好旁边有教授在上课，对，然后这动画我们都无偿的免费提供。没有，你有没有碰过地震？有。你会不会怕？不会。为什么？在那摇摇摇，你不怕、啊？不会。没有，你躲在桌子下。躲在桌子下，这么聪明哦。啊，你躲在哪里？我一样躲在桌子下，或者是拿着垫子到空旷的地方，或者是拿着枕头。哦，有这么聪明的、哦，他不会继续睡觉。还有书包。不会继续睡觉。还有书包。还有书包，书包又没有上课，你拿书包干什么？拿书包可以挡着。我要挡头，好聪明的、哦。好，这样比较安全，才不会挡到头，对不对？对。哦，就这样啊，你有啊，这个就挡不到头啊。躲在桌子下的话，不会融，然后扶着桌子的脚，然后不要探出来，要不然电灯会砸到你的头。哦，对对对，好聪明。哪个什么学校的？什么学校的？社科大雅。大雅哦。我们这是在模拟地震
到七级的程度，然后它是水平位移，水平位移让学生可以体验地震的强度，然后可以知道地震真的发生地震的时候要怎么去应变。这是从一级、二级慢慢我们会增加它的强度到七级，对，对，就不是这样子，对，哦，所以现在还是很平稳的状态。对，现在还是很平稳的状态，对。然后我们，对，我们这一台可以容纳大概以这样的人数，还可以再加两个上去，对，可以多人体验。他可以模拟到几级？七，对，可以模拟到七级。没办法，我会被甩出来。不会不会。这个不害怕，有没有很恐怖？不害怕。不害怕，哎，他会。不会。哎呀，这么好玩。最大就七，因为他比较规则性，会跟人家画。规则。啊，如果今天是这样子，不规则的话，他就会比较，对，会比较怕。上下的话就没办法了。真没办法上下，上下再做第二代。好，那我就。丽杰归来了，好，谢谢。幼儿园幼班的小朋友要就是疏散避难的时候，老师带领一个兼着一个，然后可以这样疏散，跟着老师到我们避难的疏散地方。一个抓一个这样。对对对，得给两岁的小朋友在用的这样子。哦，这样。对。来得及抓吗？可以啊，可以啊，因为我们又不用排队，就是大家。可以抓到就。对对对，就跟着走这样子就好了。晓得方向了。对对对对，才不会在人很多的时候不知道往哪里去。啊，可能老师抓最前面嘛，一个老师头，一个老师底，然后小朋友就在这里。哦，对，对对，因为我们那边还有图片，就是你看那个一整排，那老师就可以控制，有没有？老师就可以这样控制，跟着出去。哦，还来得及戴帽子啊？啊，要先戴啊，先戴头套，先躲，然后疏散。其实已经余震。已经没有地震了嘛？啊，东西掉下来打到。对对对对对，你在疏散的时候都要啊。哦。对。那幼儿园我们就会带到空旷地方才脱掉啊。一边哭一边跑，对不对？哎，刚开学会不会呢？其实习惯那个环境，他们都很好。就很镇定，就对。对对对对对。不要惊慌，就对。对对对，而且我们不是在地震的时候跑，我们是余震已经不震才跑。地震完以后，赶快再疏散。对对对，指挥官说要疏散才疏散。对，校长如果说这个地震不大，我们继续上课。对，那我们就继续上课，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口，就是统一的。对。好，我们要疏散了。对对对对对对啊！其实小朋友来，我们就这样子。所以他们其实，这个会拉断掉啊？不会啦，这个很僵，对不对？这只是让幼儿园有方向感。对，要不你看他这么矮，然后他都看到脚，他不知道他老师在哪。他这个好抓吗？这个很好，你抓抓啊！你没有，没有手的，我手不见。对，这很好抓。那我们换我们访问你。对对对对对对对，感觉还不错了。对，啊，很彩色。小朋友这样抓着，喜欢抓，对对对对，对吧？很可爱，这样。要不然抓绳子他们不好抓哈。不会，对。哎，有聪明，好，谢谢。临时拿出来给他用，之前一定有些，对对对，让他知道看到这个就一人抓一个。哎，这个比较少看到呢。很新，很新。我们第一代是用那个，我们发想的时候是用那个童军绳索 DIY。绳子不好抓了哈。哎，我们做圈圈还好，但是后来发现国外有比较适合的。就对，我们就采购这样子。这个很棒啊，这个我们都没看过。好，这边是有点寓教于乐的一个器具啦。最主要是说，我们让学生在吹这个的时候，让他觉得说，其实也是练习肺活量了。当能够进关的时候，我们会让他们抽这个防灾的相关的卡片，然后请他念里面的内容，好，让我们知道说，比如说这一个是。紧急避难包，那就有哪些东西，让他们能够很清楚的了解啊。这是我先玩游戏，对，我们是以寓教于乐的方式来做一个这个发想啦。对对对对。只是说先他们提起兴趣就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也是我们主任自己设计的，非常哎呀，对，非常的好玩啊，真的是，而且它蛮多关卡的哦。这个它这个是一般的。好啊，你稍微有点挑战一下，啊，这是最难的。用吹的，用吹的。哇，如果是比较高年级的，那我们可能就是让它比较难度比较高一点。然后球如果能够吹进去，哎，掉了就重来，哎。啊，如果一直，你看从出去，哎呦，
对对，如果一直都过不了关，我们就会把那个难度再稍微调整一下。哎，对对对，对对对，但是我们最主要就是让他过关之后，然后，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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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像这些就是简单的，让学生他能够了解那个要领，哎，这样子。大家好，我们是屏东县新埤乡响潭国民小学，目前坐落于北大武山的山脚下。我们的防灾理念就是整个响潭社区都是我们的防灾 space。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讲呢？因为在我们响潭国小是以生态而闻名的一所国民小学，也曾获得我们教育部教学卓越的金质奖，就是利用我们生态课程来结合我们防灾领域的相关系列课程。那为什么我们整个响潭社区都是我们的防灾 space 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响潭社区距离我们响潭社区距我们国小相当的近，而且我们整个社区的人他常常加入并且参与我们学校的校内活动，因此我们的防灾不是只有针对我们的学生，同时更是针对了我们整个学区的家长，包括了我们的志工以及我们的居民，我们融入的是整个响潭社区家的概念。那为了其实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的知道，预防胜于治疗，好，防灾胜于救灾，所以为了强化我们家乡师生对于防灾教育的概念，我们出版了一系列有关我们家乡风土民情、地理关系等等的家乡故事绘本，包括像是有能源教育的，有我们土坡层教育的，有我们能源教育，我们红龙果彻夜点灯都是一些人为的灾害，还有我们的听龙唱歌故事绘本，讲的就是我们土地如果太过于干涸的时候会发生哪一些灾害，目的就是希望我们的社区居民以及我们外界的民众还有我们的学生，在透过参观以及欣赏完我们的故事绘本之后，会对我们家乡土地有更深一层的认同感以及我们的认识以及了解，进而愿意去守护我们的响潭社区，整体提升我们的防灾教育的素养。这又是我们响潭一直努力在执行在做的一些过程。那包括其实我们都对听龙唱歌，我们从2011到2015年都有定期出版一本家乡故事绘本，结合我们家乡的人文历史踏查以及我们的风土民情条件等等。那除此之外，您可以看到这是我们所做一系列我们关于防灾教育的部分。那其中特别值得跟大家来做一个推荐跟介绍，就是第一个，我们防灾社区，我们每次进行我们防灾演练都是结合我们的社区，所以第一个，学校与社区一起进行防灾活动，亲师生共同提升防灾素养。第二，家乡故事绘本，2011到2015年每年定期出版家乡故事绘本，就是要让我们的师生因为了解而认识，因为认识而认同，因为认同而产生一些行动，落实爱乡护土的情。第三，我们透过学校自制的学校本位防灾与生态桌游，透过正式领域学习以及游学课程的实施寓教于乐。那地震模拟，因为在我们响潭最常发生的灾害就是地震灾害以及我们的土坡层的灾害，所以呢，我们也透过地震模拟机让孩子去感受地震的震度不同会有什么的感觉。那这就是我们结合我们家乡故事绘本一起全校去进行家乡土坡层的踏查。透过土坡层的大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有哪一些灾害需要我们去关切。而且你看，其实大家都已经可以很清楚看到，我们土坡层其实相当裸露，因此可能在地震或者是在我们的土石流的时候，都是会产生危机。那该怎么样化解这个危机，并且转为转机呢？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跟学生强调并且发展的重要目标。以上跟大家说明，谢谢。像这种的话，小朋友根本灭火器都拿不动，他们怎么灭火？是，所以这个只是一个体验的动作哈，所以我们就。低年级的学生或许拿不动，但是我们有志工，我们有家长，我们目的就是希望家长可以一起协助我们的学生一起拿，因为或许家长他在不会用，对，他不太会用，而且我们的社区其实很少有机会可以让家长亲自去操作灭火器，因此为了让家长可以学得灭火器的技能，我们在进行防灾演练的时候，都是邀请家长、志工团队一起进来，一起学习，一起成长。是。哇，你们那边生态那么漂亮。100岁是指我们关西镇是个长寿乡，我们可以用100来代替。我们的防灾教室可以学生用、社区用、跨区学习、跨县市。
我们的参访人数将近有300个人。这么多的行程来参观我们的防灾教室哦。另外，我们的防灾地图放置的地点呢，有操场、侧门，还有我们各科的教室。然后，这个防灾地图呢，就像大家所看到的一样，就是由学生跟老师共同来讨论，然后来做修正哦。接下来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变形虫的组织。我们的理念是：正视灾害，不就不怕，也保护自己和家人。我们是请教授示范给老师们看，再请老师示范给防灾小专员，小专员再教会大家，只要现在大家都会了。那我们的防灾演练非常的在乎我们每一个学生做的趴掩稳的姿势是否正确。那我们的紧急小组呢，我们采取的是无脚本的演练，所以我们各个伙伴都知道自己做什么。那105我们获得教育部跟行政院的一个认定了。好，那防灾的小专员跟大专员的培训呢，我们的理念是大手牵小手，自己家园自己守。我们是这个是我们从小一年级，然后我们有参加防灾大会，是你看之前我是机器人，现在变成男主角呢。我们哪一个是你？这个。然后我们学校我们也有参加实农教育。所以呢，我们小手牵大手，真的呢是需要我们社区共同来努力。好，接着呢，防灾也融入到我们东光的生活教育当中哦。然后我们防灾融入了美感教育、午餐教育、环境教育。美感教育的部分呢，我们的教案是从国小到国中，我们还有绘本，还有孩子的四格漫画的部分。午餐教育啊？午餐教育呢，就是我们是一起用餐的哦。我们把疏散的三步原则放到我们孩子每天的用餐过程当中哦。然后这边呢，来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是我我之前在我们三年级的时候有上过国语日报。我当时我跟记者说，我种菜是要为了阿公阿婆给他们吃。换个方式想，我们做防灾也是要做给他们的。光做的是雨水回收，因为我们觉得收住了水就能够怎么样保护我们的地球。好，那今天的报告就到这。那我们的东光防灾做什么呢？我们做了有这么多。防灾好，防灾棒，东光防灾真正赞。我们的报告到此结束，谢谢各位委员。那你这个衣服是特制的？没有，这个是防灾专业的。你是防灾专业的衣服哦？对。那个绳子是你弄的、哦，对、啊。那是要干嘛用的？绑坏人的。要救人的。要救人不是要绑坏人的。大家好，我们是汶水国小黄勋。我是宋林。今天展示这两个模型。这是社区模型。然后这是我们国小汶水国小。这么小一间哦。啊，这个是放缩小的，对不对？然后这是操场，然后行政教学大楼，然后这我们学校位于苗栗县泰安乡吉水村的圆墩部落。这个是什么东西？是汶水溪。这个是一个溪流。对，然后从这里走到这边会有泰安消防分队，还有井水活动中心，当灾害发生时，它就是紧急避难中心。我们学校的正对面是沙布鲁部落。对。然后这个水会不会淹起来？这水不会淹起来。不会淹起来哦？为什么？因为它旁边还有很大的一个堤防啊。哦，还有区域啊。对。然后这是我们沙布鲁部落。那、你们这个就是展示地形，那对预防灾有什么？对，什么功能介绍一下吧？就是防灾功能哦，应该是可以跳到水里面吗？还是要逃到山高的地方？就直接从这边的人会那个跑去这里避难这个地方。这个要过这个水很危险呐、它后面这边还其实还有一个桥。有个桥可以过，桥会断掉怎么办？桥不会。桥不会断掉、它不会。这个是什么东西？这是土石流灾害适应模型。对。然后土石流灾害适应模型差不多就有三步：发生步、流动步和堆积步。发生步通常发生在
沟谷和河谷的上游。流动部通常发生在沟谷和河谷的中游，堆积部发生在河谷和沟谷的下游。这个会很危险吗？会，会，就是土石流的。放的这个东西叫做赶鸟器。赶鸟。对，因为小时候，也不是小时候，因为以前的人，他们就是小鸟，他们会去吃我们的食物，所以要弄这个来把鸟赶走。如果有什么灾害快要发生的时候，也可以作为一个警示用，对，好。好，自己做的还是买的？自己做的，这个是我们那边竹子很多啦，就就地取材，好，这是贵族，对对对，贵族，然后中间要挖一个。使用的方式是这样，手排进去。对，两边都可以。抖，对，自动，对，它就有声音。拍手还大声啊！对对对对对。来送你一只。赶狗这样。赶狗，下狗嘛，赶狗。你们还有什么东西？来，这个是麻绳吗？这个是苎麻，以前我们泰雅族的那个织布用的线材。好，这个是苎麻，对对对。对，然后这些枯枝树叶呢，就是防灾后有一些枯的树枝啊，我们可以做一些造景啊，小朋友做 DIY， 好，就是这个废物利用。那对，这个小米啊，是我们泰雅族对以前主要的作物，好，以前没有稻谷，就是小米啊，现在很少。那小米它还有品种，可以做小米酒，好，可以煮，对，小米粥，对对对，好。那这是呢？男生打猎的背带，打猎哦，对，可以背三株，不要看它，真的假的啦？真的真的，你让它背，它就断掉了。不会不会，这个是妙哦，因为以前这个是用麻绳做，所以它是很耐的。好，那就直接这样子，好，就这样背。好，对，三株就横着放，然后你可以调它的那个长度，哈。这是背三株用，这男生背的猎带。好，那再来，以前我们上山，这应该就是古时候的那个也可以说我们的避难包啦，你要带一些粮食什么都可以背在这里面。好，这女生背作物的那个背篓，对对对。这是竹枪，好，这是竹枪，哎，小时候的那个我们对铜腕，好，竹枪，这完全都是就地取材，好，废物利用。那这是我们的防灾头套，不一样的地方呢，就在这个我们用对泰雅族的图腾，菱形对我们泰雅族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好，那个叫祖灵的眼睛，好，那再来这个我们的背心，我们也是改良过的，好。完全结合我们对原住民的一些特色。那这是现代版的避难包，好。对对对，那这个宣导品呢，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这边用罗马拼音，好，就是用我们祖语来翻译，好。对对对，我们就是结合祖语教材。对。小朋友他们会不会念这个？会。会哦。对。厉害，好，来，这是我们的文宣品、宣导品，我们把防灾的一些对记在里面，对，然后可以当成带回来这边闯关的奖品，对。因为我们山上呢土石流会比较严重，所以我们就做一个模型作为教学的教材。好，这是泰雅族的服装，服装，然后呢？刚好量身定做，刚刚好。对对。啊，转一圈我看看有没有漂亮。转一圈。啊，跳舞啊。真的，哎呀，戴个头巾这样哦。嗯，这是头套。帅耶哈！啊，你怎么没有看到头巾？哦，你刘海挡住了。
两个一样的吗？那男生也是穿裙子还是穿裤子？穿裤子。男生也是穿裙子哦。裤子。对啊，男生穿短裤的哦。